一对小鬼穿越到了人间末世。咱的新家终于完工了，画好私人区域，不能越线。吓谁稀罕？是我把丧尸引到你这儿的。作为黑白无常，以夺人性命为生。除了丧尸，你们也是我们人类清理的对象。受死吧！阿七，我错怪你了，原来你们这么厉害。你们带走我的时候请温柔一点。不，我要让阿九。人类的能力还是十分有限啊，除非我能超越人类。俺は人間をやめるぞ。阿七，放胆忍者，危险。阿九，哇哇，不如我也加入你们，这样就可以一直保护你了。